各位同学好，接下来我们复习范例一，应该是范例一而不是二。那么这里也会使用到力学能守恒，但我们不再是用 NGH 作为重力位能，而是进阶版，是使用负的大 G 大 N 小 n 除以 R 作为重力位能。好，今天呢，这题目是有一个物体在地面上，那把它往上丢，就会有一个速度 v 速度速率 v 等于根号 gr，这个 r 是这个星球的半径。那想必它会越升越高，但是速度会越来越慢，因为重力在吸引它，重力在扯它后腿，重力做副功。因为物体远离地表，越往上，位移向上，但重力是向着地心，所以方向跟位移相反。它是让它越来越慢，做负功。但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观点来说，就是重力位能增加了。好，所以今天其实就是用动能去换位能。那最高可以到达什么地方呢？最高处，我们就是题目要求的，我们可以叫做最高处的地方叫做 R。这个 R 是从地球的中心开始算的。算到这个最高处，叫做 R。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写出它的位能了。在 R 处的位能，就会是负的大 G 大 N 小 n 去除以 R，而在地球表面的位能，就会是负的大 G 大 N 小 n 去除以大 R，然后还有动能，在 R 处呢已经是最高点了，所以动能应该是多少？它是直直的往上丢哦，直直的往上丢，到了最高点的时候，动能应该就是零，所以我们就写这样，KR 等于零。而在地球表面，它刚抛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动能，它才会继续上升嘛。那这个动能就会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但这个 v 呢是题目所说的根号 gr，所以结果动能是二分之一 mgr。那接下来就只是算力学能守恒，因为没有空气阻力，然后只有重力在做功，那符合力学能守恒的条件，所以一开始的位能加一开始的动能，一开始的情况就是在地表，那等于后来的位能加动能，R 处的位能加 R 处的动能，那把我们刚刚得到的这些结果带进来。一开始它是负的大 G 大 N 小 n 去除以 R，这是位能，再加上二分之一 mgr，然后力学能守恒，它会等于后来的位能大 G 大 N 小 n 除以 R，后来的动能是零。那你就可以算出这个小 r 是多少，可是你会发现说，其实还是算不出来，因为这里其实要回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重力加速度其实是跟这个大 G 大 N 有关的。回忆这个重力加速度去乘上质量，就会是重力，对不对？这是来自于 F 等于 ma 啊。造成重力加速度的这个力就是重力啊，可是重力又是万有引力，所以它其实是大 G 大 N 小 n 去除以 r 平方。那这么一来，你就可以约掉这个 n，就知道说其实重力加速度可以表达为大 G 大 N 除以 r 平方。那我们可以把等号左右都同乘以 r，这个小 r 的意思是从地心到某个位置的距离。那如果在表面的话，星球表面的话呢，就是这个 r 就等于星球半径。所以这时候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就会是大 G 大 N 除以大 r 平方。然后我们刚刚讲到一半的是，其实我们可以左右同乘以，上下同乘以 m，
上下都同乘以小 n， 就会变成大 G 大 N 小 n 去除以 R， 应该是左右，左右同乘以小 n， 左右同乘以小 n 的话就是大 G 大 N 小 m 去除以 R 平方，就会等于 NG 这样，然后我们再把一个 R 乘过去，就会变成大 G 大 N 小 n 除以 R， 就等于 NGR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好用的关系式，其实这里就有出现嘛，大 G 大 N 小 n 除以 R，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掉，替换成负的 NGR， 那再加上二分之一 NGR， 那就会等于后面的这个大 G 大 N 小 n 除以小 R。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大 G 大 N 换掉，大 G 大 N 换掉的话，就是用大 G 大 N 就是用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去乘上 R 平方来替换，所以替换掉以后变成了负的 GR 平方乘以 N 再除以 R。 好，那你就可以发现说等号的左右都有 NG， 对不对？所以 NG 就消掉了，那甚至也是有一个，也可以消掉一个 R。 好，我们慢慢写一下，等号左边变成了二分之 R， 等号右边变成了 R 分之 R 平方，那结果就可以得到这个 R 其实就是两倍的大 R， 两倍星球半径，所以这个 R 就等于两倍的星球半径哦。但题目今天想要问的是最高点与星球表面的距离，它不是从地心算，而是从表面开始算。那从表面开始算的话，应该是这一段。应该是从这段开始算。所以整段是 2R， 但是你还要再减掉前面这段 R。所以这个所求其实就是 R 减 R， 就等于 2R 减 R。最后答案是 R。那总结一下我们这题呢，其实就是用力学能守恒来算，那力学能守恒当中的重力位能要带重力位能的一般形式，因为今天它的重力是有越来越弱，不是定值。那接着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必须要记得这个关系式，重力加速度以及大 G 大 N 之间的关系，这必须要记得，那你才可以去做替换，做替换。然后做完替换之后，就很容易算出最后的答案了。原来你用根号 GR 这样的速率往上一丢，它最后可以到达离地心 2R 的高度，但是从地面开始算则是一倍的 R， 所以答案就是 C。